现在时间凌晨洞四山洞，天还没亮，我们已经整装待发。不能开始往楼下移动。而身上背着的不只是25公斤的重量，更是背着保家卫国的使命。训练是为了让我们更强壮，负重是为了让我们更有责任感。3, 4, 5, 6, 7, 8, 不怕苦，不怕难，只为了完成任务。现在时间，动七动动。15公里的路，2小时20分完成，踏上训练的第一步。没错，我们走的每一步路，踏过的每一寸土地，都是为了成就更好的自己。即使举步维艰，我们依然跨大步伐，勇敢前行。脸颊的汗水，紧绷的双脚，为了完成训练，我们不会放弃，因为不放弃才是我们对国家的责任和信念。为什么要折磨自己？过程不断的自问，答案究竟是什么？终点给了我答案，只有完成艰苦的训练，才能抵御入侵家园的敌人。